台南安定苏厝第一代天府镇护公务区科武朝王教南营王传记明早将前往曾文溪畔清水，本月15日安排压轴的送王烧王传记典镇护公南营王传记，也是2018台南乡科年庙会系列活动首发，渴望掀起大台南庙会热潮。三年一刻的南营王传记被台南市政府列入市定民俗类文化资产，迄今约有146年。今年戊戌科王传记的船名为南营号，船长约36尺，宽约 12.2 尺。镇护公主委陈荣川说，今年戊戌科祭典名开锣，将进行曾文溪畔进行请王取水请王仪式，并到柳营代天院寻根业祖，七日展开王船出巡绕境仪式。第一天沿途行经善化、新市、新化、贵人、永康等地区，第二天再绕回安定镇护公安座，15日上午8点恭送王船。这次参加绕境盛典的寺庙约有24座，10日起镇护公庙前广场也会举办嘉年华庙会，邀请歌仔戏、布袋戏及影歌星接力演出，也有自行车、机车摸彩活动，热闹可期。台南市政府说，今年2018台南乡科年庙会活动由镇护公起跑，陆续有安定苏厝长兴宫、薛甲慈济宫、安平开台天后宫、土城鹿耳门圣母庙、麻豆代天府、西港庆安宫、四点大天后宫等庙会活动，诚挚邀请热爱寺庙文化游客来台南体验宗教文化巡礼。台南安定苏厝第一代天府镇护公务区科武朝王教南营王传记接近，各项活动陆续就绪。谢晋胜摄影分享，台南安定苏厝第一代天府镇护公南营王传记明早将前往曾文溪畔清水，图为建造完成的王船。记者谢晋胜摄影分享，2018台南乡科年各寺庙活动陆续将开锣。记者谢晋胜摄影分享，南营王传记典各项节目已出。